原来就对父子来到台东的槟榔摊买东西起了口角，大打出手。远景到场却公卿便是主惨遭攻击。为什么要打警察？我们要打小黄公九八，警察一大人前面。攻击爸爸还敢说男子被带走送办，可怜远景只能一跛一跛回到岗位。但离谱袭警也在高雄上演，黑色轿车门开开，竟然一路拖行警察无辜远景，卡在门边被沿路狂拖100公尺，到路口才停下。原来47岁的李姓男子是毒品人口，违规被盘查不想验尿，竟然伸手勒住远景的脖子，狂踩油门把远景拖行到双脚膝盖严重受伤。但惊悚警匪冲突还有这里。 黑色轿车逆向连环猛撞路边两辆汽车，两名歹徒竟跳车狂奔逃命，警察拔腿追在后头。新北三重深夜上演警匪追逐，歹徒轿车一路疯狂蛇行，推撞民众轿车，闯红灯，甚至一度冲入加油站内横冲直撞。他不但在桃园违规拒检，意图冲撞远景，甚至一路跑到三重亡命狂奔，结果又是丧失烟弹，乘客遭到逮捕，驾驶却一溜烟人间蒸发，还在追气，危险狂飙令人傻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